回去了。啊？要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舍不得回去嘞。舍不得回去。对呀、啊，舍不得回去。这么漂亮。说的也是啊。这么美的海域。台湾本岛没得找了啦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像你这样，算有收获了。哦，对啦。啊。只是今天早上很可惜的，就是去东青湾那里啊，半路啊，下雨啊。早上啊？对啊，清晨的时候啊，要去东青湾看那个日出哦。哦。不知道为什么骑到一半就下雨了，我就怕淋湿，就赶快再骑回去。